打中，别拿这炮。人呢？在对面一楼车库有一个。你妈队友下枪的。车库倒了。我倒了吗？没补他，我没补他。还有一个两个，打包打包。他浴室打了我刚。还有一个外面没枪的，刚刚不知道跑哪去了，自己听见过。有实力，真他妈有实力。 兄弟，哎，无所谓，反正我该倒，那人火箭筒没办法轰倒，剩留给我留了一滴，在那妈，怎么说？说我直接飞下去，马上跑了。不要送一个，哎，不要送一个红装。这拿车的，看到了。别吵，上帝别救我，别救我，别救我，别救我。还有两个啦。他着火了还要打你啊？我操，真的牛逼，真的。 妈！上不上还有个电抽？哎，电抽这个倒了。他上有人在枪，能不能封烟吗？李忠，别吵！看能不能救及时雨？爽！就你他妈就别救！ 停停点，停停点破！没来没。整那么满呀！右边倒了。十八，十二秒。哦，兄弟！加救！救我！救不了！直接救，不用封烟，直接救。我给他投。我看你有多少个烟？怎么不是一队的吗？还？炸雷！妈，这个。